哇，我们来看看那个轮胎。不要不要不要，你要进去。人还不够哦，人还不够哦。那下去蛮深的，那个水坑蛮深的，其实会湿掉。对。我靠！哇，帅气哦！我刚才画一个 S 型，你看到没有？哇塞，可不可以再表演一次？我不行。看看那个 S 型，压上去下就破，可是破以后会陷下去，因为里面那个那泥巴很深。可是会被冰弄绊倒。我觉得那里就过不去了，太深了。好冰天了，帅！冰太硬了，太厚了。好好玩哦，过不了。那个上不住车子，整个车都掉到水坑里面去了。没有，你没有驾驶看你们。轻一点，在冰上面滑而已。对啊，因为它够硬啊。好好玩哦。你刚二级啊，我骑到那边就不行了，开始滑，滑到这里来啊。